姨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的眼力真准，你怎么会那么灵的啦？刚才在天堂茶楼，那里有那么多的人，你拿起几个馒头，啪，啪，啪，哦，打得他们全都抱着脑袋，东躲西藏，哎呦，他们全都像老鼠一样逃掉了，真的。阿姨，你怎么会丢得那么准的啦？你不是，三毛，你想问什么？我没想问什么。你是不是想问，你是个瞎子，怎么会打得这么准呢？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什么？你怎么都知道的啦？三毛啊，我们瞎子啊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可是啊，我们比明眼的人还要厉害。我们是根据声音的方向，鼻嗅四方，耳闻八方。耳闻八方？对。不信啊，你可以试试嘛。真的？阿姨，你刚刚那个耳闻八方，我三毛已经全部领教了。鼻嗅四方，这个我还不太懂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三毛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你把你的馒头给我吃。馒头？哪来的馒头啊？馒头全给你扔光了呀。三毛啊，你要做个诚实的孩子，你骗我瞎子啊是不做信的。我真的没有馒头，你不相信可以搜的呢。喏，三毛，你往这里走几步。这里就有一个包子。真的？对，不信你可以找找看。没有吗？你再看看。哪里有包子？你骗我小孩呢。你再找找嘛。这里好像有一个凸出来的东西。真的是一个包子。阿姨，你怎么猜得那么准的啦？这里真的有一个肉包子，要不然我怎么是刘半仙呢？真不愧是神仙呢。阿姨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吃吧。三毛啊，这个馒头啊不能吃了。为什么？我看不是蛮好的吗？你们闻闻，他们这些人啊，拿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寻开心，把隔夜馊掉的馒头啊扔给你们吃。真的？对，不信你闻闻。真的馊了呢。快扔掉，快扔掉吧。那我走了。三毛，干什么？过来，你个跟我走。跟你走？你去了就知道了嘛。到哪儿去啊？算命，算命，算你到过去将来，算你到升官发财。算命，算命，算命，算你到过去将来，算你到升官发财。马上就到了。就在前面。到了没有？就在前面。在这儿啊？对，当心哦。这个啊？是的。三毛，你在这儿等一下啊。我先进去。妈，妈，海英回来了。对，我回来了。三毛，来。妈，妈，你回来了。累了吧？还好，来，我来，三毛，来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妈，这是三毛，他是孤儿。哎呦，作孽，作孽！三毛，你在外面坐一会儿，千万别走开啊！我跟妈妈去商量点事情啊。别走开啊！彩英啊，你带这个小瘪三到家里来干什么呀？妈，他挺可怜的，
在马路上捡东西吃。哎呀，我们比他也好不了多少。妈，就留下他吧。不行啊，孩子。妈，就算我收个徒弟，他也可以帮帮我呀。妈，妈。妈，好了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妈就听你的啊。三毛，哦，阿姨，什么事啊？来，过来。哦哦，过来。哎，来，我在这儿。妈，我怕痒的，长得不错。哎。一根，哎，一根，两根，两根，三根，三根，这是什么发型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发型。哦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三毛，你的头发真难看，谁给你剃的？这是我天生的，怎么不好看啊？啊，天生的啊！妈，怪不得他叫三毛。哎，叫三毛。那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要剃，不要剃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三毛，阿姨呀。教你一门挣钱吃饭的本事，真的。嗯，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嗯，是什么本事啊？是不是耳闻八方，还是鼻嗅四方啊？是算命。算命啊？这个是神仙做的，我怎么行啊？神仙不神仙啊？三毛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一定能学会的，相信我。阿姨，我相信你。那太好了，三毛，快给你师父叩头啊！哦哦，对，哎，叩，对对，好了好了好了。阿妈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好，三毛来，过来，疼不疼啊？不疼不疼，我再给你磕几个啊！哦，我收你这个徒弟，哎，起来起来，啊，别看了啊，我可以学算命了，对不对啊？嗯啊，三毛，来，过来，哦。来，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师父啊是个女瞎子，知道吧？嗯，你不要光点头，要开口，她眼睛看不见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她出门做生意不方便，以后啊你要好好的照顾你师父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还跟你说啊，你师父啊本事可大了。哦，你要是把师傅的本事学到手啊，就可以自己去闯江湖了。那我可有饭吃了。对，三毛啊，嗯，你要是把师傅的本事学到手，可不能忘记师傅啊。不会的，可不能像有些人那样，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妈，不会的，妈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嘛。三毛，来，过来，快去快去，哦，你师傅叫你。师父教你的本事，还不是为了骗口饭吃？我每天走街串巷，嘴里经常唱道：“算你到升官发财，算你到过去将来。”可是，我自己还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到老了。还不知道有谁来照顾我。师父，我会照顾你的。三毛，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个小孩子能够照顾得了的。师父，你快教教我呀，说吧。干我们这一行啊，一定要耳听四方，眼观八方。哦，耳听四方，眼观八方。哎，对，你首先啊要看看人家是不是有钱。师父，
我们又不是偷东西了，看这个干什么了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呀，一进人家家门，首先要看看这家人家是穷人呢，还是富人家，看看人家的脸，有没有人生病？哎，要是有人生病啊，你该给我做什么暗号？哦，哎，要是穷人呢？哎，要是富人呢？又是穷人，又有人生病，又生孩子，那应该怎么样？不能这样。瞧这两个，这时候啊，你只要打两个喷嚏，我就知道了。哦，哎，那么师傅，要是又生孩子又生病，不是穷人而是富人，那怎么做呢？哎，你就打两个喷嚏，敲三声铜铃。阿嚏！哎呀，动作不能这么大，声音也不能这么响，千万不能让人看出我们的诀窍。要是让他们看出来啊，他们就把我们统统赶出上海滩了。哦，那么就是这样。阿嚏阿嚏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三毛啊，你支支吾吾的，想说什么？没想说什么。你是想说，我们算命的是在骗人，师傅我是个大骗子，对吗？不是，我没有这样想，没有这样想。哼，你没有这样想，你就是这样想的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？哎，你真神呢。哼，三毛啊，我们算命的是要看什么样的人算。要是看到穷人呢？我们就要多说些好话，多说些安慰的话。我们应该说，你们日子啊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。哎，我们要给他们一点希望。如果全说实话，那要出大事情的。哎，你看好，哎，先生、小姐，你的日子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我和你啊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就准备一辈子过穷日子算了。这位先生要是想得开还好，要是想不开啊，他就带着一家人全部跳黄埔死掉了。哎呀，这样你说作孽不作孽啊？通通的跳黄埔，敲辫子啊。对，作孽就是。彩英啊，啊，你别说了，天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啊啊，作孽的，作孽的。三毛，我去洗脸了啊，你再好好的练练我们的暗号。三毛啊，好好练练啊，别出来。阿嚏。穷人，富人，富人，穷人，穷，富人，哦，不对，富人，穷人应该阿嚏。来，师傅。哎，我来关门。哎，三毛，师傅昨天教你的暗号，你都背出来了吗？记住了，我全都背出来了。那你就背。Hot，Hot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你啊，慢点。师傅，上桥了。三毛，师傅对你说啊，你要带师傅到人多的大街小巷去，还要到穷人多的地方去。师傅，穷人连肚子都吃不饱，哪里有钱来算命啊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他们天天过穷日子，所以每天就盼着过好日子，所以啊，就特别想算命。哦，那么算好了还穷呢？继续算呢？那么再穷呢？还要算呢？那么穷的大大滴呢？三毛，你是跟师傅学生意呢，还是跟我抬杠啊？师傅，我是跟你学生意的，不是跟你抬杠的。哼，师傅，你是半仙，那我是什么？那你就是小仙呢？小神仙？哎，对呀，我是小神仙，我是小神仙。师傅，我是小神仙，对吧？对，我是小神仙。哎，怎么？
上说明吗？啥不是？说明说明，铁嘴一开，财运进来。三毛，好像说明已经有人在这算命了。哎，是有人在算命，我也听见了吗？进来哦，是的呀。哎，师傅，嗯，我到前面去看一看。哦，你就待在这里啊。哎，好的，当心点啊。哎，我过去看了啊。你快去快回啊。宿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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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铁嘴一开，财运进来，算得不准，分文不取。宿命宿命，铁嘴一开，财运进来，算得不准，分文不取。宿命宿命宿命，算到你过去将来，算到你生死发财。宿命宿命，铁嘴一开，财运进来，算得不准，分文不取。算命，算到你生死发财，算到你过去将来。宿命宿命，铁嘴一开，财运进来，算得不准，分文不取。算命算命，算到你过去将来。算命的。阿婆，哎，叫那些枪声人，阿婆明明叫我的嘛。叫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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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我的，叫我的，叫我的，阿婆明明叫我的，叫我的，叫我的，阿婆，你们吵什么？抢什么生意呀？阿婆，你是不是叫我的？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看见吗？阿婆直接叫我的，小先生。我不是小先生，我是小神仙。哦，小神仙啊？哎，请问你是天上哪路神仙啊？哎呦，你的小孩搞嘞，我又没叫你了，我是叫张贴嘴呀。看见吧，看见吧。哎，阿婆啊，阿婆，喏，我是小神仙。哦，我师傅啊是刘半仙，在小石桥是有名的。小心点啊，不不不不，小神仙，请问你师傅是不是叫刘半仙啊？哎，哦，刘半仙，师妹，师妹，刘半仙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嘿嘿，我就知道你会害怕的。哎，师傅，过来过来，快过来呀！什么？师傅，那里有个叫张铁嘴的人抢我们的生意。张铁嘴？嗯。啊，三毛，快带我过去。带你过去啊！哦哦哦。就是他抢我们的生意。张铁嘴。你真的是张铁嘴？四妹，我四妹，小妹妹唱歌浪走前，郎呀咱们两个一家人、是兄啊，你真的是师兄啊，我是彩英啊。哎呀，四妹，你真的是四妹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你真的不着讲呢。哎呀，四妹啊，哎，四妹。师兄，哎呀，师妹啊，师妹啊，哎呀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自家人呐。师兄，你好不好？哎，好好好，师妹你好不好？我挺好的。哎呀，哎，师妹啊，哎，你怎么可以对我师父动手动脚的？三毛，他是我的师兄，也就是你的师伯啊。我的师伯？对呀，我看怎么一点不像的了。哎，三毛，你快叫师，快叫师伯，快快叫啊！师伯啊，他是我最近刚收的徒弟。哎呦，师妹啊，你这个徒弟蛮活络的哦。喂，张铁嘴啊，你到底算不算了？他说，他是我的师妹，人称刘半仙。那你的意思说你不算了了？哎呀，阿婆啊。我铁嘴说的再准，怎么能比得上刘半仙呢？哎，师兄啊，你快别这么说。哦，他的本事真的比你大呀、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师父是金嘴，他是铁嘴，铁嘴怎么比得上金嘴呢？这倒也是。别这么说。不瞒你说哈，刘半仙在我跟前啊，我实在是不敢说，我怎么敢变卖农夫呢？就阿婆啊，今个是刘半仙难得到这块来，你能碰到他是你的福气啊！你是个福气哦。张铁嘴，他算的真的很准吗？啊？当然当然当然，
阿婆，你也晓得我们同行是硬啊，要是他的本事比我差，我怎么会把生意让给他呢？哦，阿婆，你就请他说、啊、他一说你就晓得了。哎，我长腿子啊还不如他呀、啊、哎，那好好、哎、来，快进来快进来吧，啊，快进来，来来来，哎，还是你去吧。哎，快进来、哎、来来来、啊、快进来。师傅，哎，我还等着呢。师兄，我们刚见面你就要走啦？你请说，我在龙堂口等你呀。啊，那你一定要等我啊。哎哎哎哎，来，快进来啊！来来来，好的，快快进来。来来来，梅芳，妈给你找了个算命的来了。来来来，刘半仙，来来来，坐啊。好的，坐啊。梅芳，来，让刘半仙给你算个命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不要算命。哎呦，算了命以后啊，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。大伙别忘了，你的病也就会好的。来，坐好啊。阿婆，哎，你想算什么？哦，我是给我女儿梅芳算个命。哦，刘半仙，哎，阿姨，我是小仙，嗯，这位是半仙，你叫我师父帮你算命，保你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哎，给你算个好命啊。阿婆啊，你把女儿的生辰八字给我。哦，我女儿是腊月初八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生的。阿姐，哎呦，阿姐，哎，哎呀，过去过去。哎，哎呀，刘半仙，这孩子重感冒咳嗽了。啊、哦，是这样的，他从小啊嗓子不好，就有咳嗽的毛病。哦，今天碰到了四妹。哎呀，真开心啊，真开心呐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师妹来了！哎呦，师妹啊，谁是你师妹啊？神经病，花痴哦！搞错他了！哎呦，乖！师妹啊，师妹！哎呀，孩子，今天你高兴的不得了呢，什么都要起皮了啦！卖梨膏糖的小蒋伯哥，我哈子是靠本事吃饭，我怎么能骗人呢？喂喂，怎么不骗人呢？你骗的，你笑得不得了呢，笑得嘴巴笑到耳朵上去了，嘴巴都笑坏了，不知道做什么动静、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说一口信呢。一口信呢，是一个什么信呢？一个猪信还是牛信还是狼信呢？哎哎，小蒋伯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个秘密，你不好跟别人讲的，我啊只能放在心上呢。放在心上呢，哎呦喂！七七四十九，问娘何月有？除却母月生，单骑双世偶。刘半仙，你在嘀咕什么呀？我听不懂哎。阿婆，根据你女儿的生辰八字，我算出你女儿怀孕的时间应该是农历三月。啊，刘半仙，你在说什么？梅芳怀孕了？妈，什么怀孕呢？这个算命得真是。阿婆，你听我说啊，这四十九加二呢是五十一，五十一对，五十一减去二十八是二十三，二十三是单数，双为阴，单为阳，双为女，单为男。阿婆，恭喜你啊，你女儿怀的是个男孩，你呀就要抱孙子了。阿婆，恭喜你要抱孙子嘞。刘半仙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相信啊？什么相信不相信啊？你在算命还是在开玩笑啊？阿婆啊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我虽然是个瞎子，可是我的心啊亮着呢。哎，我已经算出你女儿挺着个肚子，明眼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对啊，妈，我们不要算命了，这样走嘛，走嘛。我算的不对，你别着急，你要赶我们走。刘半仙，我女儿她还没结婚呢，她怎么会怀孕呢？哦，阿婆，你怎么知道你女儿没结婚就不能怀孕呢？哎，你这话说的就更不像样了，我自己的女儿做妈的能不知道？你没本事
就不要出来算命嘛。妈，叫他们走嘛。美芳，美芳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妈会赶他们走的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妈，坐下坐下。我好苦命，连瞎子都欺负我。大毛，怎么回事啊？师傅，走，他们想赖账，我们不能走，绝不能走。哎，这家人怎么会这样？真是倒霉。走，阿婆，你们家穷，我可以不要你的命钱，但是你用这种方法赖账，这是不作性的。对呀、啊，谁跟你们赖账了？你们根本就不会算命。走走走走，算什么命啊？走走走，我还讲道理呢，快走吧。不要脸，刘半仙，你真的算错了，我女儿得的是大肚子病，已经好几年了。对不起，随时随地都要走的人呢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这个瞎子呀，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，瞎讲。人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你怎么好骗人家的钱呢？哎、黑良心啊、哦！你们快走，快走吧，你们走啊，快走吧。哎呀，嫂啊，下次不要再上当受骗了。我晓得。话说，人有失蹄，马有失手。师傅，你失了一次蹄，可以爬起来继续跑。哎，三毛，你说的倒是轻松。干我们这一行，就是要牌子硬。牌子硬，顾客源源不断。牌子要是砸了，人家就像躲瘟神那样的躲你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哎。我这辈子算是完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走错了，走错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别往那边走啊！师傅，你别生气了。素民，素民，天水开，你听到了吗？一进来，素那么转，饭碗不取。素民，素民，天水开，财运。我听到了，是他的声音。哎，三毛，我们快去吧。为什么要过去啊？去，他算他的，我们算我们的。张铁嘴算什么？三毛，我们还是去请教请教他嘛。请教他？嗯，你是半仙，我是小神仙，还要请教他干什么？哎呀，三毛啊，我师兄这张嘴啊，比十个神仙还灵呢。乖乖，十个神仙啊？嗯，那就是神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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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一个神仙。对呀，这么多神仙啊！啊，对，那是不得了了。啊，快过去吧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算命，算命。宿命，宿命，铁嘴一开，财运进来，算得不准，分文不取。宿命，宿命，铁嘴一开。师伯。师妹来了，师妹啊。师兄，师兄，哎，师兄。我被人家赶出来了，怎么回事呀？我算错了，我把人家的命算错了，这下完了，我砸锅了。没得关系，哎，这个人讲啊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没得关系。哎，这个我早就讲过了，人有失蹄，马有失手呀。我师父只不过是失了一次蹄，对吧？有什么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再忙，这个人没得失蹄，马有失蹄。对，不对吧？师父，你说呢？你错了，我错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哎，三毛啊，缠着你师傅。哎，师妹啊，不要难过，这种事情我也碰到过啊。师妹啊，到了一个地方，一定要看清楚人家的底牌，啊，不好随便乱讲。哎，就要摸摸人家的底细，想听什么，然后呢，你再讲，没他出啊。啊，你这样呢？嗯，对。三毛。你别难过了，我们以后不来这里就是了。哎，第一天出门就砸了牌子，我这个小神仙是白做了。哎呦，没关系的，这个小神仙没有饭吃了，那我这个师伯请你们吃顿饭补偿一下，真的总可以吧？吃饭啊，师傅吃饭。师兄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看就算了吧。怎么了啦？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了？师傅，吃嘛。师妹啊。我们三年没有见面，
今天碰到你真是时来运转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做了一笔生意、啊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走走走，到我家去坐坐啊。走走走。哎，你是神仙，他是半仙，我是小神仙，我们一起走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算命，算命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师伯你先说，你先说。啊，宿命，宿命，铁嘴一开，财运进来，准都不准，分文不取。哎，干来了，干来了，来，哎，是呀，哎，我们是看蛮热闹的啊。你回来了，张铁嘴，哎，回来了，生意奶奶今早啊，生意蛮好啊，啊，三毛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哎，终于到了啊。师傅，我们快磕头吧！哎呀，三毛，哎，这不是庙吗？庙里要磕头的。哎呀，三毛，不要喊三五子啊，凑我的美的嘛，这是我开的命相馆。啊，这就是你的家？哎，师兄，你开命相馆了？怎么样？我在上海混了3年，蛮好的吧？嗯，师妹请。啊，师兄请。师妹请。师兄请。哎呀，师妹请。哎呀，师兄请。哎呀，哎呀，师伯，你们不要再客气了，我肚子都饿死了，我要吃饭了嘞。对对对，忘了开门了，忘了开门了，忘了开啊。哎，你看，逛什么说话了？师妹请。哎，师傅，那边有位子啊。师妹，哎，坐坐坐坐。啊，快请坐！哎呀，姊妹啊，不晓得你要来，我也没得什么好准备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姊妹，师兄，姊妹，师兄。姊妹啊，师兄，师父，我们准备吃饭了，你们不要再师兄师妹了，好吧？哎呀，三毛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肚子饿呀！哎，三毛，来来来来，三毛，来来来来来，三毛，什么？三毛，哎，你跟我去买一包五素豆，2只彩蝶，3只阿头筋，4两老酒，再加半斤五香猪头肉。再来6个豆沙包怎么样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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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人2个。啊，我这就帮你请啊啊，来，三毛，就在前面过一条马路，在那个转弯角子上就是啊。哦，就在那个牌子那个地方。哎，对对对，就前头。师傅，我走了啊！哎，快去快回啊！哦，三毛，你师傅喜欢吃的就多买一点啊。哦。今天练好呢，给他赏钱；练不好呢，给他掌声。啊，黄头大刀！哎呀，小朋友，买点什么？啊，等等，2个柴蛋，3个鸭头水，4两老酒，5香猪头。哎呀，这么啰嗦呀！好的。哎，等等，再加2个猪耳朵。啊，猪耳朵，加猪耳朵，不就是猪耳朵吗？哎呀，快点吧，2个猪耳朵。那那钱。哦哦，好，来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嘿嘿。咦，你蛮有噱头的嘛！当然了，我师伯是张铁嘴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张铁嘴，厉害厉害！啊，那那那，香啊！师兄，我们坐坐就走，你不要这么客气哦。师妹啊，我是一组，我们13多年了，我不知道，今年要来，我想，这是天意吧？啊，我也没想到。哎，师兄，你能够在上海滩开命相馆，真的不容易耶。是的，是的。师妹啊。嗯。我还有一间大件，还有个院子。真的。还有鸟，哎，你的鸟叫了，哎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你看看，鸟叫叫。哎呀，师兄，你的房子蛮大的嘛。师妹啊。这是我租来的。哦哦哦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哎，坐下来啊，哎，当心点啊，哎哎，啊，哎，师妹，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？这个怎么了？怎么会动的呢？哦，师妹啊，这是安乐椅啊。哦，
俺乐意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我平时苏明回来的时候就坐下来摇一摇。啊。哎，蛮快活的。哎哎，我摇完你看看啊。啊，好的。哎，来，我给你摇下子啊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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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蛮舒服的嘛。哎，蛮适宜的啊。哎。哎。四妹啊。哎。你父母呢？我爸爸已经去世了，我现在跟妈妈一起过。哦，怎么说，就靠你一个人了？不，我妈妈还帮别人做一点鞋呀。那生活得很苦啊。四妹啊，自从我们在南京玄武湖一别就三年呀，三年来我周游四方，替人指定名剑，可是又有谁与我相伴呢？给我们这一行都是骗人，我们总不能骗人一辈子吧？千说万说不如听说，人终要要死的，这也是天意啊。四妹啊，你要晓得骗人家容易，骗自家难呀。我们为什么要还要自己骗自己呢？难道就这样哈着来哈着去吗？就这样苦苦的受一辈子吗？师兄，我师妹，哦，师妹啊，今天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，我说的太多了。今天您能够来，你是客人。师妹啊，我还有个无线电，我看看吧。你看啊，你坐好，你坐好。哎，好的。你还有无线电啊？你坐好，你坐好啊！我马上开给你听啊。这是金嗓子，唱的滴溜溜，欢迎你的，好听，好听。看来一听了骨头都要酥了吧。怎么样，我的骨头倒是蛮硬的，就是心有一点点酥了。哎，怎么样，你还记得吗，我们在南京寻雾湖散步的时候经常唱起这首歌啊。我现在还天天唱。我记得这首歌我们唱了几十遍了。好听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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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，今天真是太高兴了。上海滩他们都喜欢跳舞啊。你会跳吗？我不会。我也不会。那我们今天就自己秀一下啊，好吧。好的。那你教我好吗？哎，好，来来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啊。来来来，当心当心啊。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来，这个手打开，大佬大好大。是放哪里？是放哪里呀？大概是放腰里头，腰里头。放你在腰里。腰里头。这个跟了这个节奏啊。哦。啷啷啷啷啷啷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对不起对不起。没得关系没得关系，来来，我们抖裙子抖裙子。啷啷啷啷啷。怎么样？今生今世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啊。我也想跟你在一起。算命算命，算到你过去将来，算到你真乖的呀。